李孟哲这次赛会的第一支安打是，哦，这一球做了一个触及，投手自己也要来处理，哇，漏掉了，赶快回头踩垒，哦，市长 OK， 哇，这个球呢，李孟哲今天呢专门是让布拉丘的很头痛，哦，但这时候捕手其实有时候大家看到这种动作，尤其是美洲的小朋友这种动作，你不要当作他们在吵架，他们沟通就是这样沟通的，他们的声音都比较对，古巴的小朋友什么都是这样，你会觉得说哎呀好像他们在吵架，事实上多看几次发觉他们只是沟通方法跟我们不一样而已，也懂得也太夸张了，对，两个人哦说记忆来处理这个球，对对 对， 对，那捕手是跟投手讲就交给我就好了，记录上刚刚又给了李孟哲一支安打，哇，这个球真的是打得太巧妙了，啊，最后投捕手去抢这个球，那传一垒啊，一垒手没有接好，形成了一个内野安打。